15，然后氧气先给。OK， 可以可以。持续进行 CPR。来，眼镜帮我拿掉。持续 CPR 15秒。好，给我一下，给我一下。担架有办法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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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回来了。哦，好。然后急救包、平板，然后拿贴片。我要做心电图。好。停止 CPR， 现在停止。有了，他应该，但是他是那个，他打球打到一半是不是？他打快要结束，他说有一颗就是晕眩的。撕开电极贴片包装。换只手，找不到换只手。将电极贴片从蓝色贴膜上撕下。将电极贴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上。有电一次是吗？有电一次，好。除去患者胸口的衣物，电源正在关闭。刚贴上去的那一次就电了是吗？我不知道。第二次，我接到通知。第一次没有电。哦，第一次没有电，召唤。先把血氧加上去。第二次，那一次血氧加上去。他的眼镜戴上去。有人有他的家属吗？有在联络。这用好了呀。对，那好了。病史呢？请问可以去哪一家医院？他送光检好了。送光检好。安尼拜托洪总。他过去有什么疾病史？这边有人知道吗？没有，都不知道。我直接贴心电图。对对，先让政委打针。没关系，你做你的，不影响我。血氧现在98。98。先生贵姓？先讲好，先严严严格严，谢谢。我也是消防队的，谢谢。你会不会冷啊？没事。这个对乳头，下面一点。不是，是听见 AED 吗？对对对对对。好，太棒了，谢谢你。对，我刚好有空。来，你们一个人帮我们拿了这一包。这包吗？对。或许一定要确认着。有。好，谢谢。先喉咙。平板去开机。我要去拿平板。好。他有说他吃太少会不会有？他过去有没有心脏疾病啊？没有听说。好，没关系。我觉得改，我这边改给 NRM 好了。可以。我给 NRM 快烧了。又放慢一点。身上有偏带吗？有，等一下。好，那我看一下，呼吸形态。呼吸形态 ICSP 也有希望，先做做看。我看了。这个掉了，无线掉了。